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野。哇哇哇！我们云南这两天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干了，感觉每天的工作不是在浇玉米，就是在浇玉米的路上，每天都在挑水浇啊，实在是太难了。今天我们去搞点那个小米菜回来吃，家里呢种了好多的小米菜，走，我们现在搞起。来看到这个小米菜，到时候冬来搞点小米菜回来吃嘛，不要拆。嗯。这段时间菜园里面实在是太干了，还有几个这个小包包菜，然后再搞点那个小米菜回去。秧苗的发绿啊，这两天。你爸个我这么贵的就像不能吃，因为这像还有这么大的，可以吗？走啊，回家了。开始接这个辣椒了。跟奶奶。我见他们卖了那个时候的干干都卖了嘛，干干的可以吃了嘛。哪个叫干干吃干干？卖的是肯定连干干卖的嘛，那哪个他是只吃只吃？好。吃这些姐姐就行了。上小黑锅，好，水开了，我们把小米菜放进去烫一下。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要吃点这个凉拌的更舒服。起锅，起锅！刘英英啊，是吧？
烧上一个福辣子。点葱花，大蒜，搞点盐，鸡精，白醋。天气热，吃点醋更舒服。生抽，拿点花椒油。朋友们，开饭了！一个独角菜也干起。天气太热了，要吃点这个。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。